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4月24号，星期五，农历是四月初二。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啊，师傅你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啊，师傅稍等，我戴个耳机。啊，师傅你好，现在能听到吗？能听到。啊，师傅稍等一下，帮同修解一些梦，感恩师傅。同修自己业自己背，师傅对不起，前两次都没有讲，对不起。啊，讲吧。一个同修她老公已经过世5年了，然后她一直在念小房子和解节奏，最近几个月转了功德5%给亡人。同修梦见她老公有一个很大的公司，有很多员工，公司很漂亮，像公园一样。她老公问同修怎么样建一座大庙供观世音菩萨，同修说你就建一个金手或者观音堂在公司里就可以了，但是王伦坚持说还是想建一座很大的寺庙。请教师傅，这个梦表示王伦在哪一个道？还需要念小房子和解节奏吗？哦，这个是吧？这个应该你要问他，首先看他看他的亮不亮啊。哦，好，好吧。五年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天道，还有一种可能投人了。他投了一个很富有的人家里，这是他今后将来发展。好的。之前师傅看图腾说这个亡人跟他女儿冤结很深，亡人在地府一直要拖他女儿走，所以同学就许了10万遍解节奏，还没有念完。没念完是吧？对。啊，没关系的。继续念嘛，就继续念。好的，好。因为任何的冤结他都会报的呀。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同修他晚上梦到他上牙掉了5颗牙，然后呢，他就给他爸爸的妖精阁许愿了65张小房子。之后呢，他又梦到他爸爸赌钱输了20万澳币。现实他爸爸是不赌的，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啊，这爸爸有点麻烦。哦，那5颗牙齿是不是代表一个长辈还是多个长辈啊？有多个长辈。多个长辈。好，那他许愿了65套小房子够吗，师父？先念吧，先念吧。先念。好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哎，还有师父，有一个新同修，他说他呢白天跟朋友聊了最近什么生孩子的事情，然后呢他晚上就梦见自己怀孕了，做羊水要去医院生孩子，然后场景一转他生完了，第二天他妈妈带着孩子睡觉，同修还跟他妈说你怎么给孩子穿这么短的衣服，怎么肚子都露在外面了，他妈妈回答他用什么布给孩子做的衣服，然后同修还给孩子喂奶。妈妈还在不啦？他妈妈在，还活着是不啦？活着，妈妈活着。他一直在超度孩子，这个梦境代表他孩子超度走了吗？如果他妈妈梦见的孩子，孩子是什么情况？你刚刚讲梦见孩子干嘛？不认识他孩子。就是他梦见自己怀孕生了孩子，然后他妈妈帮他带孩子。啊，那走掉了。走掉了。已经走掉了。肯定。好。好的，好，感谢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师傅，那个同修说梦见另外一个同修跟他讲说最近邪淫查的比较紧，叫他们当心一点。然后梦中呢他跟另外一个师兄就死了，死的时候他23岁，然后说菩萨给他们安排地方，另外一个师兄是上去了，但是当菩萨说他的时候呢就说了一句很好，没有说具体到哪里，然后他就准备做一些东西上去，看到大家都是什么左脚稍微一点弯曲，然后他也跟着做，忽然之间就觉得他的灵魂变成一股金色的烟，被往上走了。这个现实他是26岁，请师父慈悲解梦。是谁的灵魂往上走了？他自己本人的灵魂。啊，那这魂上去了呀？魂上去。他现实是26岁。明白了吗？他是梦中死，
啊，明白了。那就是买什么，说明他还是最近修的比较好，是吗？对对对对对。哦，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稍等一下。有个同修说他梦到佛陀给一位师兄设计，称他为某某精进佛，是代表这位师兄一定能一世修成吗？嗯，有可能。哦，有可能啊。哦，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有一个新同修，她跟她老公以前是做旅游业的，当时流行打猎的项目，他们也做了。当时同修组织人，她老公带着去打猎，同时她老公自己也曾经打猎过，打死过一头鹿。学佛前还经常找通灵人。目前她老公经营一家鱼薯店，两人接触佛法以后，知道以前错了，准备卖店改行。同时，那个老婆开始念经了。但考虑到杀业和早通灵业障都很重，想请教师傅礼佛要念多少，祈求是应该泛泛祈求还是要把事情说出来，担心激活业障一时还说不出，他想请教一下师傅应该怎么忏悔。你去问他，他做的这些菩萨和地府会不会知道就知道了吗？你人不讲出来，地府不帮你记录的。傻的嘞。你要讲出来嘛，就消了呀。哦，你比方说你夫妻两个人，大家都知道彼此对方谁得罪了谁了，谁做错了，你不讲好了，你不讲你老婆不知道你的毛病的。对不对呀？对。那记在心里更糟糕呀。你跟老婆讲对不起啊，老婆我做错了，那老婆说啊算了算了，没关系的。是不是没了啦？你把我这个例子举给他听嘛，就懂了呀。好的好，让他听录音。明白了吗？108遍礼佛。好的。这个卖鱼啊什么炸的，这个都不是太好的。不能做的。明白了吗？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同修说他几次梦到家里有药精者，然后第二天早上发现观地菩萨的水里面有黑色的絮状物。同修用的是瓶装水，而且只有观地菩萨有这种情况。请问师傅，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很简单了，你要叫他当心一点嘛就好了。因为他可能这个香炉啊，观地菩萨那个香炉离这个大水杯啊比较近，香灰掉进去了呀。好的，好的，那想多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有个同学想问，就是他说那个咽喉炎是不是跟可业有关系啊？咽喉炎两种，如果人家真的是老师经常讲的话，那就是跟口炎没关系。如果生出来就有咽喉炎，或者这个家族性的咽喉炎，这种都跟过去生的口业有关系。还有就是你这是有口业的话，他让你讲不出来了呀。不是咽喉炎的问题，让你讲不出来啊。好的。那他说他许了21张小房子，针对这个咽喉炎，他特别严重，然后5000遍往生的9遍礼佛，他想问师傅这可以吗？可以的，完全可以。可以。叫他念。好的。没问题。好的好。还能师傅咽喉炎他不停的吐痰的话，是不是也是跟往生这杀业都有点关系啊？是啊。不停的吐痰的话就不好啊。说明他的肺有问题了。痰是从肺里出来的呀。听懂了吗？听懂了。所以要吃点化痰的，吃东西不要太酸呐，不要太辣呀。都会好的呀。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师傅同修梦到他牙床上拿出4个针，请师傅解梦。牙床上拿出4个针啊？对。牙床上拿出4个针，是上面还下面啦？他没写，他只是说牙床上有4个针。如果拿出针的话，就是他受到一些外面朋友啊或者远亲的一些攻击啊。现在应该说拿出来，应该是说他现在受人家攻击少很多了，或者诽谤啦，或者人家对他的嫉妒啦，就是这样。好，因为他最近比较精进，念小房子念的比较多，可能化解冤结了一部分。对呀。好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是不是还有一个同修，他梦到跟两个同修
一起住在酒店里面，然后他说准备退房了，他就看到其中一位同修就是有一个车库一样的东西要搬走，另外一个同修呢有他的房子里塞满了东西，然后他当时梦中想那个车库一样的东西他根本搬不走，他说这些东西怎么拿那么多东西，请师傅解梦。很多东西搬不走就是很多矛盾解决不了呀。哦，这个意思，东西就是阻碍呀。阻碍，好的，好，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师傅，同修最近有梦到，就是梦中师傅帮一位同修的先生看病，然后那位在梦中那位先生是不相信的，然后从不相信到信，师傅还施了法力，这整个梦就像真实的一样的。然后快要到离开的时候呢，师傅问同修说：“我给你的一块牌子，你有没有带在身上？”然后同修说：“我带了。”然后就拿出来给师傅看，是一块长方形的白色的，上面像有一匹马一样的标志物。然后师傅看了就很开心，随后就跟随师傅离开了。嗯，请师傅解梦，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牌子天上的一种宝物呀。宝物啊、嗯、啊！好的，你去看好了，它有这块宝物的话，它很多事情会顺利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最后读一个就是忏悔信，就是最近提到那个红尘路大部分是不如理不如法的，然后师兄发来了一封忏悔信，能读一下吗？请师傅慈悲开示。嗯，好。师傅，红尘路写稿和制作的几位师兄在听到斗战胜佛和师傅的开示后，第一时间删除了他们发布的红尘路文章链接，希望尽可能弥补一些过错，之后将师傅对红尘路的开示法布施出去，提醒转发的师兄们忏悔，同时他们自己也都许愿了礼佛大忏悔文，尤其是斗战胜佛点名批评的红尘路八的作者，因为他还参与了制作，所以许了1000遍礼佛大忏悔文，108张小房子和放生10000条鱼。他智慧不够，很后悔，因为他的原因害得佛友们都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险些毁了大家慧命。他一定会好好念经忏悔80田中曾经看过的乱七八糟的影视作品，改过自新，绝不再犯。还有关于愿力这块，斗战胜佛开始修心没有捷径，一步一个脚印，一世成佛是很难的。同修们也认识到应该更多关注修心和境界的提升，深修白话佛法，破除对一切相的执着，尤其是对梦境的执着，在弘法度人的过程中一定要谨言慎行，谨遵师父的教诲，随缘度人法布施。正像师父开示的那样，一个好的医生是不会不管病的死活乱开药的，他们知道错了以后只会转发师父开示以及经过博客刊登的文章，请师兄们以他们为戒，弘法是要看结果的，修心如履薄冰，一定要严格遵照师父开示。他们现在诚心忏悔，不尊师重道所造的业障，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父和所有看过红尘路的人，他们向师父和菩萨保证以后一定如履薄冰，紧跟师父破法弘法，一门精进，尊师重道，恳请菩萨慈悲，护法神慈悲，师父慈悲原谅，他们一定好好忏悔改过，谨言慎行，求师父慈悲怜悯，给他们开示几句吧，他们自己业自己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斗战胜佛，感恩师父挽救他们的慧命，也感恩天地游的童子师兄。嗯，那个其实呢，这些孩子呢最初的想法是好的，希望弘扬佛法啦，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佛修心啊，只是他们在方法上走偏了。嗯，明白。所以呢也不要太多的责怪，自己能够认识到这个错误啊，认识到这个错误，相信菩萨也会给他们机会啊。嗯，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以后要如履薄冰的修行啊，因为师父还在，所以你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要自己自说自话，对不对呀？啊，你这样的话避免走错路呀，明白了吗？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希望大家通过他们的案例，全世界佛友都能警钟长鸣，任何分享和感悟都要经过东方台审核，如理如法的转发，以免犯下和他们同样的错误。修心没有捷径，一步一个脚印，
造业的后果非常严重，生命短暂，慧命宝贵，一定不要再犯错了，感恩师父。嗯，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当心，因为一般的你个人这种、个人的这种体会啊，哪怕错了，你只要前面讲一下，如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保原谅，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原谅就可以了。那么你现在在网上这么很多人一起弄，那么你这个业障就大了。如果错了就业障大，对了嘛话你的功德就大，就是这样。明白了吗？明白了。好，感谢师父。最后也通过录音提醒同修们，如果有在其他网站上发布过红尘录，恳请大家尽快删除，减少负面影响，永远不要再看红尘录了。感恩师父，感恩师兄们。嗯，好吧。好。好的，好，感恩师父。那今天就问到这里。师父您保重身体，我们自己也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师父再见。师父再见。喂，你好。哦，师傅。啊。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啊。师傅稍等一下，我拿一下问题。对不起，师傅。嗯。那个，请问一下，那个，请问师傅，第一个问题是，同修啊，和那个一个新同修，她和老公以前做过旅游业的。当时那个流行那个打猎的项目，然后他们也做了，那个同修就组织人，她老公带着去打猎，同时她老公也曾经打死过一头鹿，学佛以前还经常找通灵人，现在她老公经营一家鱼薯店，两个人接触佛法以后知道以前错了，准备改行那个卖店，然后她老婆也开始念经了，然后考虑到那个杀业和那个找通灵人的那个业障都很重，想请示师父那个礼佛要怎么念，念多少，祈求的时候应该是泛泛祈求还是要把事情说出来。好，刚刚有人问过业障，刚刚有人问过。哦，问过了。啊。哦。那可能是不是都问了呀？就是问多少，我说108遍。他要不要讲出来，我说要讲。啊，谢谢师父。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打，可能那个别人、对对对，那是不是都问过了？那个，那我想第二个呀，第二个估计也问过了。第二个是他那个啊，同修问那个，就是有几次在梦到家里有药精者的时候，第二天早晨都发现观世音菩萨的水杯里面有黑色的絮状物。啊，这个也问过了，还问过了。好，谢谢师父。嗯。喂，哎，讲吧。哦，那可能都问过了。那我那个，我问一个梦行吗？就是那个我公公那个前日子就过世了，然后家里又给他念小房子，您开始67章，我们都已经念完了。就在念完67章那天，我老公梦见他爸在家里，然后他们家人在讨论说他爸爸是怎么走的，然后他就看见他爸爸了，然后他爸爸一下就变成一股青烟就飘上去了。啊，问过了。啊，也问过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前面第一个打进电话来过了。啊，是吧？啊。那后来，那师傅他去哪儿了？因为后来就是又有家里又有人梦到他。他魂魄离生呀。他暂时的离魂魄离生呀，就是一股青烟嘛，就是。他的魂魄离身呀，青烟就是魂呀。哦，嗯，那就是还是要继续念超度，是吧？对呀，你不超度的话，那怎么走啊？哦，明白吗？好吧，那我们超到先超到77，然后再说。那我应该是没有别的问题了。好，好，谢谢您，感恩师傅，师傅多保重身体。再整理再打吧，好吧。好，谢谢师傅，再见，拜拜。喂，你好。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你稍等。啊。我戴上耳机。师傅听得到吗？师傅。听得到，听得到，请讲。好，师傅。这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念解结咒和烧化解冤结的小房子的时候啊，是化解说跟菩萨说化解恶缘好，还是说化解冤结好呢？师傅，这个问题。有恶缘就这个已经是比较麻烦了。就是说他跟你已经作恶了，那你要讲化解恶。如果这个人只不过跟你是
冤结，你就要写冤结，化解冤结，明白吗？哦，化解冤结。哎，我明白。也是一开始。我问昨天曾姐一个生是糖尿病，师傅说他要测血糖，他的血糖忽低，请师傅，血糖忽高忽低有好的办法控制吗？师傅，你开始一下。血糖忽高忽低的话呢，就是吃东西呢要少食多餐，少食多餐，而且呢要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血糖就会很高。你哪怕糖分吃得少，吃得太饱，而它这个胰岛素不分泌啊，胰岛素不行啊，所以还会造成你的这个血糖不稳定。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少吃多餐，多吃一点啊，这一会儿吃一点，一会儿吃一点，每次都不要吃的太多，明白了吗？嗯。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个慈悲开始，那是有什么样的调理的方法吗？一块调理的方法，多走路呀。吃好了不要马上躺下来，吃好饭之后就要走路，走个1000步啊，1500啊，然后自己呢，慢慢的吃。吃完饭之后呢，如果吃药的话嘛，就要吃个药，或者在这个吃饭之前吃一个药，保持平衡，心态平衡，不能生气，不能吵架，要经常护好自己的腿啊、眼睛啊，因为糖尿病最伤的就是眼睛和腿，还有那个肾脏，啊，明白了吗？啊。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同修想问，如果我们做了一点点善事或一点点小小的功德，我们可以随口用“随功德无量”这个词来赞叹对方吗？师傅，这个问题。嗯，可以，可以，任何鼓励对方的，都可以用“功德无量”跟对方讲，没问题的。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想消除口业，一般针对念什么经比较好呢？是否这个问题？消除口业的话，要念心经呀，而且要念礼佛呀，再念嘛念七佛呀。因为口业就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呀，因为你内心不想到不好，你不会讲出来，所以要念心经呀，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想消皮肤方面的业障，是不是要需要念往生咒呢？是，一个念往生咒，还有一个要念这个礼佛大忏悔文。嗯。哦，好。那师傅想治过敏性体质，是念什么经文比较好呢？师傅推荐特重。比方说你过敏性，你可以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的呀。哦，怎么祈求呢师父？这个就是求啊，就菩萨保佑我过敏性皮肤好啊，就这么讲啊。这个跟你的，因为你的皮肤敏感的话，哦，跟你的寿有关系啊，跟你的肾，这个肾无量寿，这个肾实际上就是你的功德呀，你的功德不够啊。哦，你念了这个经之后会增加功德的呀，听懂吗？哦，明白，明白了，听懂了师傅。延寿有功德，那师傅延寿有功德。哦，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你讲的延寿，有的人放生菩萨给他延了寿了，这种寿就是上天给他的，是这样吗师傅？对呀，你放生他才给你延寿啊，你做了善事才会延寿啊，明白了吗？嗯。那师傅，那上天给他的这个寿，他拿来给别人吗？师傅，这个问题。可以的，人家给他的寿就是功德呀，他把这个功德用掉了，那他寿就没了呀。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会折寿了？你自己做坏事把这个寿弄掉了呀。那师傅，那学佛人他打个比方，一个人他80岁往生，但是他因为放生弘法度众，嫁给了他10年，90岁往生，他这10年的阳寿可以转给他的亲人吗？师傅，还是不要转？给他的嘛就是他的，你要转的话嘛也可以，转掉之后你可能就
消掉了，这个寿就没有了呀，给掉了嘛就没了呀。那么你、哦、那么你可能会想，那我再延寿啊，菩萨再给我。那么如果你的亲人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杀业重重的人，你一转掉，你下次再想转自己的寿，菩萨就不会给你了。那他的亲人是一个善人呢，是一个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嗯，啊，嗯，那师傅总体来说是你最好不要转，菩萨给你这个阳寿是让你在人间更多的时间弘法度众的，是这样吗？对呀、啊啊，因为给你阳寿，他是综合考虑的呀，量身定做的呀，你转给他了之后，他又不合适了，就这件衣服。菩萨送给你穿了，你去给别人穿合身不啦？嗯，不合身，明白了。好了，嗯，好了，嗯，嗯，啊，嗯，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一种说法，离婚后就是一个人离婚后再与别人结婚，就是再与几个人结婚，死后这个人的魂魄会分成灵魂，永远合不到一起，是这样吗？师傅，这个问题，那就过去嘛，祥林嫂看过不啦？捐门槛呢？就是这样的呀，所以魂魄结婚越多、哦、一个女人跟男人越接触多的话嘛，她就魂魄就散掉了呀。嗯，你说说看，这个就是一个女人如果在这方面不检点的话、哦、她人家说就是说整个这个人的魂魄就不齐了呀，下去嘛就下去就做这种不好的了呀，就下地狱了呀。嗯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啊，谢谢师傅的一开始。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说一个人，一个动物，他就会跟人家群居乱交。你说一个人可以吗？嗯、对对。那么动物们就是一下辈子在做动物呀，明白了吗？好了。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哎，是是是，嗯，明白了，嗯，那啊，师傅，嗯，你看济公菩萨一直在护持我们。济公菩萨那种胸襟哈哈笑，怎样才能学到济公菩萨的胸襟呢？笑天下，一笑天下。你只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幻嘛，就会笑了呀。你知道虚幻你还笑不出来，你不是真正了解佛法呀。你真正了解佛法的人，你知道虚幻了你还去犯什么愁啊？全假的呀，这个世界一切都假的。啊，你去做自己最好的努力，在这个人间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呢真的缘分不如意也不要难过，对不对呀、啊、不贪不求你难过什么啦、嗯、对不对呀、啊、哎呀，明白明白明白，要真的要就是那要笑看天下哈，对呀、啊、笑看天下，一切都会变化的呀，你小时候这么当一回大事的事情，你现在想起来你笑不啦？嗯，笑笑笑笑笑、啊、想当时太可笑了，笑自己。哎，好了，傻傻的笑自己。傻傻的，在学校里被人家欺负了一下，回到家里蒙着头啊，拼命的哭，还要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心里还在想，我这是保护爸爸妈妈。哎，脑残。是，谢谢师傅，师傅太幽默了。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不开始多张小房子同时念没关系，但是太多了就不你灵了。同时念的话，一般不要超过七张。请问师傅，这是为何？我问你呀、啊，你每一张都没念完，你放了这么多，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你弄个20个人排队等你给他吃饭。你拿这个饭每人给他们一点点，你说20个人不要造反的，吃得饱不啦？嗯，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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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举个例子嘛你就懂了。嗯、那师傅，一张小房子念的时间有讲究呢，有没有超过多久就效果不好？师傅你开始。几天呢、啊、几天就不行了。一般的你超过什么一个礼拜啊就不大好。哦，那是从写上你名字的一个开始，是这样吗？就写上你某某药经解开始算，是这样吗？
一般的来讲，你名字写上去了之后，他就有灵动性，他就会来拿了呀。哦，就是那个落款竞赠那个处是写上，是这样吗？不是啊，前面的哎，竞赠啊，对呀、啊，竞赠某你的要经者，他你的要经者就来了呀。哦。哎，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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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帖都发出去，人家不来啊？哦，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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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明白了，明白了。嗯嗯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是，我们人是五蕴之内，佛菩萨五蕴之外，植物的生命也是五蕴之外。请问师傅，五蕴之外什么样的世界如何运作呢？师傅，这个五蕴它本身是个微尘世界呀、啊。你比方说花会说话，你听得见不啦？它就这么运作的呀，对不对呀？嗯。你说植物它的生命你能感觉得到不啦？感觉得到它是有生命的呀。这个植物生命不就是花草呀？花草你能感受到不啦？对不对呀？嗯嗯。好啦，就是这样啊。你这个，那是我五蕴和啊，你讲。五蕴和五行是什么关系呢，师傅？五蕴嘛，就是我们经常说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啊，对不对啊？对对对啊，对不对啊？那你讲讲看了，对的，他受想行识啊，啊，对不对？色蕴啊，行识，对不对呀、啊？色受想行识不是五蕴吗？对对，你的意识啊，对不对？你的行运啊，你的想运啊，对不对啊？你的意识就是看不见的啦，基本上这个五运都是基本上都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个五行呢，五行嘛是属于阴阳呀，明白了吗啦？哦，啊，那之间有吗，师傅？有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你完全说它没有联系，也是有的呀。你说说看，任何东西都有联系的。你比方说，它这个金、木、水、火、土五大类，啊、这个称为五行。实际上，这个五种单一的事物，并不是它抽象的，它是可以合在一起，又可以分开的，独立的。它是一种这个原始的系统论所讲的呀，相辅相成的呀。哦，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明白了金啊木啊土啊，你在这个人生当中你都没有一个东西都能够离开它的呀。你说你每个人，有的人是每个人，有的人属土啦，对不对啊？有的人属金啦、啊有的人属水的话嘛，这个人要经常家里啊放一点什么东西啊你是水命，你叫名字当中要多加点三点水啦，就是这样了。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在渡人的时候啊，怕毁人愿力，就是比如新同乡想续缘吃全素，他就想续缘吃全素，但是不了解，就是但是他对吃素并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我们就会提醒一下，那许愿你一定要做到，做不到违愿不好，护法神会惩罚的。这样一说，那个新同修就吓得不敢许愿了。这种提醒，毁人愿力会有业障吗？师父，这个问题，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为什么你没有这个愿力，你逼着人家骗人家去许愿啊？你当然应该告诉他了。你这个愿力，你许的话，你不能乱许的。你骗了他许的愿，所以过去我就听说。对不对啊？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教派啦，他们就是先让你去做什么什么事情，不告诉你，然后再告诉你，那么人家就发誓的时候就害怕了呀，听得懂吗？哦，啊，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啊、听懂了，明白了，明白了。嗯，哎，真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现在不是有的同修听了您不是开示那个六字大明咒吗？有的人，你再统一一下吧。有的人许愿念，有的人又说许愿了，又觉得不合适，你再统一要求一下吧。现在说法不一。六字大明咒，反正师傅没叫你们念，就这么简单。我现在没叫你们念的事情就别念，
那么为什么会广播里有的时候叫他念呢？人家是做梦做到了，或者特别的，或者有一个个案。个案。这很简单，个案的事情你可以做全部的。你说哪个人性格脾气都一样，哪个人的命都一样的？不一样。好了，明白了，对不对啊？你今天你有胃病，你拼命吃啊？人家隔壁那个人胃好的不得了，他当然拼命吃了。你没这个条件呀。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人家有已经许了的，他那咋整啊？师傅，你说一下。没关系的呀，许了之后，他为什么要许了？随便许的。他把别。他不是听了录音，把个案当成共性了，许愿念多少万遍六字大明咒啊，一定要的啊。他比方说他觉得是共性了，那他已经许了，那就是说菩萨，我凡人肉胎不懂，所以我许了这个愿，我念多少遍礼佛忏悔就好了吗？多少遍礼佛呢，师傅？像这种七遍就可以了。因为这本身是件好事情啊，本身是件好事情啊。菩萨知道你们无知呀，啊，师父没讲过的事情不能做的呀，好吧。明白了。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最后做一个分享吧。就是秘书处也验证了，我觉得地藏王菩萨说的太好了。师父您，我给大家分享。是这样说。吾乃地藏王，末法时期，我界众生连造恶业，不为反思，地狱之层建造一层又一层，实乃悲痛不已。纵然福报之深，贪恋人间欲，人心不古，福报享尽，堕入恶道。众佛子应速提高境界，不求人天福报，只求生闻缘觉菩萨道。人天福报乃为家人、工作、孩子、事业、世俗之物。求深知佛和地藏王会加持，希望今日来说法，法时期痛心手，见佛子还在人间贪着享受，抓住时间好好念经消业，为此着急不已。你是受苦受难，度你们这些落难之子，你们应当好好跟你师父修，珍惜你师父啊。是啊，师父不容易。天地犹记，是。是，天游记乃让诸佛菩萨提出来的，为的是让更多的众生知因懂果。末法时期，人们贪着欲望之心，遭致生灵涂炭、杀生、淫荡，为民为利，不知悔改。诸佛提出让童子游记天上地下，让更多的众生相信真的有佛国净土，也有地狱之门。我地藏王说。凡法布施流通天地游记之书，所求众生皆如所愿。你可知这个愿是根据众生境界不同，所得愿也不同。是看天地游记的佛子们，我地藏王菩萨会加持你们消业障，增加智慧，感悟不同，消业大小也不同。天地游乃是宝，知因懂果不可少。若要尽得净土国，应当念经去消业，忏悔伤害一切众，悔不改醒不算晚。若要知迷与不悟，不信因果和报应，恶业来时无挽救。法时期报应快，害人之心不可有。天上地下记录，恶果来时跑不了。淫色之心不可有，短命呼呼报身。杀在畜生业随身，恶业来时得畜生。神通所不可求，修道功时自然有。若用神通去恶事，地狱之门未开，许愿清修不可为。夜里来时当念经，切莫忘记心中道下入缘来为愿。业报不同，不同去，修行路上万小心。今日我地藏王告知众佛子们，好好行愿，遇到夜里来时好好念经去化解，切莫忘记自己许下的大愿，为愿时自己造成的恶果，到时哭天喊地晚矣。地藏王菩萨经常到地府去救人，所以他看见那些罪灵啊都是这么哭天喊地的，所以地藏王菩萨给我们大声疾呼啊，地藏王菩萨是这么慈悲啊，在叫我们啊，就像师父叫你们一样的呀，不要去看呐、啊、
不要去烦呐、啊，你们听不听啊？不听的呀。是。所以很多人呢、啊，自己啊，借着心灵法门呢、啊，做很多坏事啊，出了事情还要怪心灵法门呢、啊。你听得懂吗？哎，是。哎，是。可怜啊、哎，所以师父，所以地藏王菩萨着急啊。人生啊，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好像这个世界好像都没人管的一样。那师父，那地狱是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之层建造一层又一层，是不是现在这种造业之白，这种地狱加速啊？师父您讲一讲。一层又一层嘛，就是过去人家说十八层地狱啊，已经够多了吧？对。对对对，你十八层已经一层又一层了吧？你知道一个每一层地狱的这个是属于广大无垠的，大的不得了的。是是是，开玩笑了，你进去之后你就自己就准备受苦吧。这个苦，而且地藏王菩萨说过的，不是人间所知道的苦啊，那是不知道怎么苦的嘞，简直就叫你讲不出来的。对对对，明白明白。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境界的问题啊？地藏王菩萨说，众佛子应速提高境界，不求人天福报，只求生闻缘觉道。人天福报是为家人供孩子事业，但这佛境我地藏王会加持。师父你看看这句话，就是菩萨叫我们求人天福报没用的呀，到最后走的时候你只是会增加更多的业障啊。你越有福气，你是不是越爬在人家头上了？很多事情你只能放下呀，你去争这些名啊利啊，你不是增加更多的业障吗？对不对呀？你在单位里你把人家挤了，你上去弄这个位置，你是不是有增更多的业障了？明白了明白了，师父明白了。那你天上菩萨叫菩萨，地藏王菩萨叫我们到天上声闻缘觉，你虽然不是太多，就是功德不够，但是你如果出六道呀，你出了六道你就永不度生死轮回了呀，明白吗？哎，明白了师父，明白地藏王菩萨的苦心了。哎，真是真是感恩。那最后感恩请观世音菩萨为我的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好，我们的业障们自己背。师父再见。好，谢谢谢谢，再见。喂，师父好。你好，讲吧。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嗯，弟子先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嗯，今世成为一家人都是前世的业缘牵引，如果修行到一定的阶段，我们把人间的这些情缘放下了，我们给自己不断的念经念小房子，也是在用经文还家人的债，对吗？是啊，一样的。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在母亲生前度他学佛念经没有度成功，最近梦见过世的母亲跟他说也想修行，那这样的情况除了帮他念小房子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亡人修行了？最主要人阴阳两隔了嘛，只能给他念小房子了呀。嗯，他就是在修行，如果他需要小房子啦，可以给他念一些礼佛啦啊。好帮他消掉一点业啦都可以了。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学佛的根基好或者不好？根基好在人间有哪些表现？根基好和根基不好很简单了，听人家劝的人根基就好，什么事情执着不听人家劝的，这人根基就不好。听懂了吗？听懂。你说这个人讲道理的不叫根基好啊，不讲道理的叫根基不好，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最近录音有开示到，干净的小同修梦见了孩子可能是前世的问题，也要念经超度，请问这种情况是写自己名字的药经者还是写自己名字的孩子呢？没听懂。对不起师父。就是说师父有开示过说，干净的小同修梦见孩子可能是前世的问题，也要念经超度，
那这样小房子应该写自己名字的药经者，还是名字自己名字的孩子？啊，那当然自己名字的药经者了。那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但是至少来找你了呀。嗯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孩子出生以后是可以一直念功德宝善神咒给孩子吗？一直可以的。如果这孩子有功德的话，你念了他就会增加功力呀。嗯嗯，好。那有年龄限制吗？一般的，如果他真的有功德，不是来讨债的，是还债的，你念这个总是好的。如果他是来讨债的话，就不是太好了呀。嗯，哦，好。那一般每天多少遍可以了？三遍了，五遍了都可以。哦，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总是梦见请在世的人吃饭，比如梦里给先生或弟弟做吃的，请同学吃蛋糕，以前的领导到家让同修做饭给他吃，这些梦里这些人都是在世的，像这种情况同修是需要念小房子给他们吗？是啊。哦，那是写同修要经者还是？一般像这种情况，如果都是不是亡人的话，没关系的，就是他们的缘分比较深，哦，用不着念的。哦，好好，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同修因为儿子的精神类疾病学佛念经，但是儿子一直都不信，并且诽谤法门。最近同修儿子拿他的手机在微信群发诽谤法门的信息，也发给了同修所有的微信好友，请问师父，同修针对此事需要念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他儿子所有的业障都是他要负的。哦，像这种儿子的话，他的业障造大了，他以后讲到底了，他以后儿子受苦的话，他会更难过，他不是帮他儿子背啊，他儿子这样做这种事情的话，天打五雷轰的。嗯，好了。那同修礼佛需要念多少？108遍。哦，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有时候会在海外的观音堂待上一两个月，家里的佛台菩萨像用红布盖好了，在观音堂每天都会上早晚香，是不是这段时间家里的佛台就不需要再上新香了？他还在当地了，还没离开是不是啦？对，还没离开，还在海外。离开的话，最好还是少烧到离开那天再说，不可以这样。就是如果他在国外的话，可以。嗯。还在当地的话，你不能这么早就收起来的。哦，对，就是离开之后。对呀。对对 ，OK，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的儿子是精神类的疾病，同修给儿子许愿了一波大数量的小房子，同修想请问师父，是不是可以不给儿子做功课，节约时间，直接给儿子多念小房子？应该是可以，但是要管住的。嗯，现在很多孩子脑子里乱想。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放生有甲鱼死掉，每只甲鱼要念诵多少遍往生咒和解结咒呢？往生咒21遍。哦，好吧。解结咒需要。解结咒7遍。哦，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些同修经常能做梦，梦到宵夜的梦境，有些同修虽然也一直在做功德，但是宵夜的梦境比较少。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呢？宵夜是吧？哦，对，有些经常会梦到宵夜的梦，宵夜但有些一直做功德，但没有很多。那不一样的，一直做功德，说不定他上辈子的业障重的。哦。听得懂吗？根基不一样。哦，明白。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给3岁以下的孩子放生一次最多放21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放生的孩子怎么样？对不起。对不起，师父。3岁以下的孩子放生一次最多放21条，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你叫他多放一点，49也可以的呀。也可以多放的是吧？因为师傅有一次开示过，说最多放21条。啊，这个可以的，没问题。哦，好，感恩师傅。几岁了啦？孩子几岁了啦？就3岁以下。那没关系。没关系是吧？好。好，感恩师傅。师傅您休息一会儿吧，弟子先帮同修做一个分享。现实生活中我只打胎过一次，流产过一次，在自己学佛几年来经常梦见孩子，每次梦见我都按照师父的开示念诵小房子超度，前段时间又梦到帮弟弟抱孩子，于是我送了一波小房子，送完没几天我又梦到孩子，梦里好像孩子的身体是残缺的，我已经超度了很多次孩子了，为什么总是梦到孩子呢？我把自己的迷惑跟一位同修交流，他告诉我师父在2014年10月3日悬疑问答节目中回答一位听众关于流产打胎孩子超度问题的时候明确开示过，给打胎孩子痛苦越多，佛经组合要的越多，打掉孩子的手术如果是把孩子弄碎成一块块血肉的那种，这是大业障，这种被打胎孩子的灵魂只要感觉到当时的痛苦，佛经组合就会不停的加，这也是为什么会反复梦到孩子的原因之一。师父开示过，真正的大业障要念小房子再加上礼佛大忏悔文，所以超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有忏悔心，可以针对性的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自己因为无名打胎的罪孽，在自己诚心诚意忏悔的基础上加上给婴灵的经文组合结合起来，超度效果才更好。跟同修交流后我自己也做了深刻的反省，确实对于自己造的打胎的罪孽忏悔不到位，我虽然形式上在超度，但是我没有好好用心超度，没有发起真诚的忏悔心，于是我针对梦境再许了一波21张经文组合，配合许了49遍礼佛大忏悔文，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我的错，我伤害了孩子，害他受苦，我对不起他，我念组合超度他，请菩萨慈悲帮助我把孩子超度到善处，能够拿到能量往上走。在2月初8佛陀的出家日，我完成了许愿的49遍礼佛大忏悔文，小房子烧送了15张，只差几张没念完。在初9早上，我梦到我很久没见过的熟人怀孕了，我还问她是不是怀了100天了，她说是的。醒来后我知道这波小房子已经把这个孩子成功超度投胎了。通过我自己此次的亲身经历，我领悟到真的应该好好念礼佛大忏悔文啊，我们做了错事，不光是要赔偿弥补，还要真诚的道歉，才能一切冤家化吉祥啊。佛经组合一定要和礼佛大忏悔文结合起来好好念，要真诚忏悔，才能事半功倍，利人利己。感恩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好的法门降到人间，感恩我的师父教给我们各种殊胜法宝和妙法，妙法还要我们由心运。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尊敬的师父。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指正。很好啊。嗯，很好啊，就是唯一的不好就是你差点把我讲的睡着了。对不起师父。就像你这种念法不睡着才怪呢。语气没有，阴阳顿挫，阴阳顿挫没有，像念经一样，对，你说人家不睡着，不睡着啊？好了，小丫头，弟子你好好改啊，好了，弟子继续再问几个问题，感恩师傅，今世肺部不好的同修，一般是什么因果造成的呢？肺部不好啊，我告诉你啊，闻那些不好的东西啊。哦，听得懂吗？听得懂。肺就是吸
吸收那些新鲜空气啊、氧气啊。你想想看，你要是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啊？躲在家里啦，或者有一些人啊，因为好几辈子之前就是那些烟草啦、那些什么东西啦，它都对肺都会有影响的呀，明白了吗？明白。好了。感恩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中成药可以长期吃来调养的呢？调养嘛，就是那个川贝母呀，川贝精呀。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在观世音菩萨诞辰的开示中有讲到耳根圆通，请师傅开示一下。你想想看，你现在提出来这个问题，你脑子有没有啊？第一，时间差不多了；第二，这是一个佛学问题；第三，这个问题没有几个小时讲得清楚的。好，对不起师父。你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看看，我这几次就会要讲这些东西了。好吧，感恩师父。乖一点了，脑子都不见了，就像你这种水平还要问耳根圆通。对不起师父。圆倒蛮圆的，通倒不一定通啊。你说脑子不通了就好了。好了，感恩师父。其实会多念心经。好了。请师父解起个梦。同修梦见在一个类似游泳池的地方，因他的原因造成了五个人死亡，三个小孩，两个大人。上辈子啊。上辈子欠人家五条命。就是因为他这辈子会有五个人来问他要债的。那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呢？你自己说呀，一条命你说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没有84张够的。好，感恩师父。84张一个。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的父亲曾经杀过蛇，有一天同修梦见在父亲家里有一条黑色的蛇被切成三段，装到三个袋子里面，被父亲丢掉了。同修就念了7张小房子给梦里的这条被杀的黑蛇。后来又梦到有一个人在梦里卖一条很大很大的青蛇，同修就说把它买了放生，正好旁边有一个水塘，就把这条大蛇放到里面，蛇就游走了。同修还没把150元买蛇的钱付出去，梦就醒了。请师傅解梦。不好啊，有麻烦了，就是在放生的时候会有麻烦的。需要念小房子。姐姐咒呀，赶快。感恩师傅。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多多保重法体，我们都很想你。感恩师傅，师傅再见。乖一点啊，再见。我给你7分钟。啊，师傅您好。7分钟给你。一直给师傅请安。喂，给你7分钟时间，赶快。好嘞。师傅啊，我们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就是我们供供的东温台的六尊菩萨，然后四个香炉，然后我们上香的时候是。观世音菩萨三支香比较好，还是观地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三支香比较好？因为我们一共上六支香。你告诉我几个香炉了？总共是4个香炉。四个香炉嘛，你就这样了。观世音菩萨三支香呀。好的。然后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地菩萨。那个可以，南京菩萨和太岁菩萨可以各一支，然后可以观地菩萨可以三支香都可以的呀。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想请问一下，袜子是不是深色的比较好？对呀，袜子是穿淡色的不是好啊，人家说脚跟不稳的。这个人。好的，了解，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想请问一下第三个问题，同修身体健康但是比较瘦，就是特别难胖起来，请问同修需要念什么经文？
懒胖起来嘛，你就叫他多睡一会儿，多吃点就胖起来了。啊，好的。吃了就睡，最容易胖了呀。啊，好的。听得懂吗？要瘦难，要胖还不容易啊。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有一种健身用的呼啦圈，就是那个健身，然后用转的，知道？那我们学佛人能用吗？你说好不啦？我感觉好像不太好。对呀、啊，像轻飘飘的，你说一个一个学佛的人拿个呼啦圈的这个腰啊，在不停的扭啊扭啊，你而且你很多人还念经，你平时给自己锻炼身体20分钟半小时不念经也可以，但是你念经就不能用这种，这是属于不庄严的。啊！你看那个臀部怎么转来转去，难看不啦？你告诉我啊！啊，难看，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同修想要办理移民，然后但是因为他先生不太支持，就是希望他先要生小孩，然后再办移民。那同修就请菩萨慈悲开示，梦中梦到就是同修在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好像是参加一个公司的那个决策会议，然后同修占了跟几个人合作占了25%左右的股份，然后谈判的好像还蛮成功的。那结束后就跟先生一起在路上，在高楼大厦下面走路，那个前景还挺好的，然后撑着一把伞，下着小雨。那这样这个梦境就是。这个梦境他逃不过的，他先生一定叫他生孩子了，他就注定的命运就是家庭生活了。这样子，那他可以申请移民吗？虽然吧，他老公不同意你申请什么移民啊，他给他阻力怎么办？是阻力是蛮大的啊，缘分不足呀。你像这种情况嘛，像这种情况你真的要申请移民的话，你要经着他同意的，他不同意的话，你要求菩萨保佑呀。好了。好的好的，可以请师父慈悲加持一下他吗？我不知道啊，我不急呀、啊。太感恩师父了。急呀、啊。好的好的，太感恩师父了。嗯。那他现在他发愿扶持师父，然后就是。帮师傅放生10万条鱼，然后终身扶持师傅。那在他会做用更多时间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这样子一直发愿有可能吗？愿力有什么不可能啊？只要你发了就有可能。啊，这有可能。你发愿是你的计划，你计划要做某件事情，你连计划都没有，都不肯写出来，你哪会去实行啊？你当然先有计划了。听不懂 啊？听得懂。好了。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今年正北方不能动土，那如果在正北方晒衣服，可以。可以哈。嗯，没问题。那正北方拜佛是可以吗？可以。没关系。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就是同修家佛台设在落地窗边上，由于落地窗那面没有墙，为了阻挡外面不好的气场，蓝色山水画可以贴在靠近佛台的落地窗上面吗？可以。感恩师傅。请问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同修关于申请移民的问题，他自己能申请吗？还是一定要靠先生？他自己，如果他自己愿意申请，他自己申请嘛，可以的条件的话，他自己去看一看，他就可以申请了嘛。啊，他条件也可以达到了，就是那好了，那他自己就去申请嘛，就申请了。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被人家束缚了？对不对啊？你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去做了？对，师傅说的太好了。好了。礼佛大忏悔文里面有89尊佛，为什么说是88佛呢？我帮你稍微解释一下好不啦？好的，对不起。最后南无法界长生阿弥陀佛。意思就是将前面礼佛的88佛的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啊。了解了解、好，太感恩师傅了。明白了吗？师傅好的，明白了。
啊、同修梦到打掉针手臂肿了，是什么原因？打掉什么？打掉什么？啊，他梦到打掉针手臂肿了。啊，要当心了。哦，当心哦。明白了吗？念消灾是吗？对。啊，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他。他的小孩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然后他的女儿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同修，他女儿梦到那个他的孩子投生到他女儿的，就是投生作为他啊，对对对。那、嗯、同修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他给他小孩念了100多张小孩子。啊。啊。这有可能，有完全有可能的呀。投胎如果某一个人走掉之后、哦、他的投胎的话，他就有可能，又有可能就是他投到他身上去了呀。嗯。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啊，师父现在还有时间吗？你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有一个同修，他以前接触过一个同修有些通灵，这位师兄刚开始学心灵法门、嗯、还让他搭佛台，后来开始诽谤我们法门了、嗯、而且就是对他家的那个佛台也不尊敬、就是啊、对对对，好了，然后这样子嗯，不好啊、就是、他自己不好啊。哦，然后他为这个病，就是他现在就是肯就有怪病，就是有就是出现怪现象，然后怪现象怪病，他自己造口业啊，自己业自己背啊，他自己业自己背的。哦，没有办法 的，很多人们就是一辈子嘛，就是造口业啊。是啊，好吧，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嗯，感恩师傅，师傅可以帮我吹个字吗？愿力的愿，愿力的愿是吧？啊，嗯、那个。这个是首先是告诉你，愿力的愿上面是个原来的缘，对不对啊？是是，对不对啊？对，你原来有这个心的，啊、哦，你现在把这个心固定住，嗯、就是个愿了呀。啊、哦，你比方说你原来就想做好人的，原来就想做好事的，原来就是个好人、善良的人，是。你用心了，你把原来的事情用心了，你就不是愿了吗、哦？许愿的愿力的吗？哦，好了，是的是的，什么事情用心就是愿、啊、不用心你就是原来自己随便做的事情，明白了吗、啊、明白了。好了、啊、他感恩师父，师父您骂骂我，我觉得我做的不好。 你几岁了？我现在已经很大了。很大了为什么讲话这么嗲了？嗯、啊、对，就是这个毛病。这个毛病不好的呀，这个毛病很容易感情上出问题的呀。嗯，对，师父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感情上出问题。你一定会出问题的，你这个嗲嗲嗲的来，这年纪这么大还嗲。啊、嗲嗲嗲嗲到后来不是你造成别人先咯咯你也先咯咯呀。嗯，对，但我比较内向，我也不喜欢讲话，但是就是一紧张起来就会变成这种声调。那你就不要紧张嘛，好了，好好练练呐。哦，好的，好的，好的，太感恩师父了。啊，你要是改不过来，你就少讲。啊、哦，好的，我就多念经。啊，有什么好讲的啦？有什么好讲的啦、哦？是的，这个世界很多事情，笑笑嘛就好了呀。一开口，人家就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了，你就麻烦了。哦。啊。我也一般不讲的。啊、嗯，师父您说的太好了。太感恩您了、好了好了，感恩您感恩您、嗯、再见，师傅您多保重，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